大鹏之动，非一鱼之轻也，其迹之速，非一足之力也。原点，东汉王府的潜夫论，是难，是故大鹏之动，非一鱼之轻也，其迹之速，非一足之力也。示意，大鹏冲天飞翔，不是靠一根羽毛的轻盈，骏马急速奔跑，不是靠一只脚的